怎么样？我们的三位评判又怎么说哈？开始的时候还不错哈，但是整首歌我觉得你唱的不够豪迈，不够豪放，可能你口型的关系，你唱歌口不够开。但是你压低声音唱的时候蛮有磁性的，第一段的时候那个下去的时候那个去有点飘了那个声音，然后还有个字叫自暴自弃，不是自抛自弃，整体上是很好了啊，恭喜你了，谢谢老师，加油加油啊。你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浑厚，非常的低沉，而且呢你非常善用到你的麦克风，我在看到你在唱几个高音的时候你有拉麦克风，整体的感觉都很好，加油，谢谢。好，谢谢郑老师。有一样东西刚才你可能稍微就是不留意，在回来的第三个副歌，也就是我知道你不是无情义，那个我字没有在那个音准上，然后剩的咬字相信我们老师都已经说了，然后你可以回去再慢慢重新改进那个咬字，要记得吐出来好不好？那你现在想知道哪一位老师给你打几分吗？林霄老师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林霄老师到底给你打了几分。73.2分。哇，非常不错哟。是是，不错不错。好，我先进一段广告，回来呢我们可以听到大家所熟悉无比的